你到底想干嘛？王鑫啊，我来接退烧药，我发烧了。发烧了？刚才还送风，你现在就发烧了？发烧定时定点啊？我也是刚刚才发现，晒了一下午的太阳，回来冲了一个冷水澡，我就发烧了。你不是医生吗？家里没有备用药啊？吃完了。那真不好意思，我们家也没有药。还有顾医生，麻烦请你不要再忘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这个事实，可以吗？